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叫废物利用，完工了。要做什么？失策，交战。生命中的小确幸。绳子又在烧了。此路不通。
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好的。此路不通。困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要做什么？我们妥协一下好吗？
眼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伟大中伟在我的排队呢？我们妥协一下好吗？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是浪潮。什么？前来报道。要做什么？好的。来把水弄浊吧。真有趣。我们妥协一下好吗？
又来了。别轻易相信眼前的事物。要做什么？此路不通。中的小确幸，
废物利用。Mm-hmm.